立，站立，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无声音呢，我无听到呢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嘛较差不多，还阁遮早呢，啊八点尔，要睏还阁真早哈。迄、那个大家真辛苦吼，来遮受训。明仔载阁较艰苦，明仔载为七点半开始，一直到暗时十点。所以你若夜晚未睏的吼，你放心，你明仔载绝对睏较真好。但是夜晚你不一定睏得起，因为换眠床。我虽然呢五十几摆啊吼，即三十九期就三十九届啊吼，啊高级班七届。啊，原迄、那个高沙族六届，大学生四届，五十几届嘛。五十几届内底头一暗吼，我拢睏袂去。啊，甲第二暗吼，吼真好睏。我相信各位会同款。啊，无你只试看下。开始上课时阵哦，要问各位一个问题。但是我要问你问题吼，我要要求你吼，唔通看别人。哦，啊，不管你的答案是啥，你一定要回答我。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吼。你了解偌济？啊，请你目睭开开。哎、欸，爱诚实啦，目睭开开，目睭开开，莫偷看啦。你感觉讲你足爱台湾，你举手我看。你足爱台湾呢？啊，手放来，哎、欸，有呢吼，大家拢真爱台湾。我跟你讲吼，胡锦涛嘛足爱台湾呢。哎、欸，目睭开开，目睭开开，第二个问题，听清楚哦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再讲一摆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，你举手。好，请你肯来，目睭闭起，哎，目睭闭好紧。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他带的问题，我先卖给你回答。第三个问题听清楚哈，国宾饭店是带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国宾饭店是带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对的，你举手我看。这拢无人举手，他都讲台湾是台湾人诶，台湾你举手。我请问咧，你诶所有权证伫倒？国宾饭店，你因为你无所有权证，所以你住伫国宾饭店，你袂当讲国宾饭店是你诶。你住伫台湾，请问你诶所有权证伫倒？有台湾诶所有权证，请你举手我看。我请问咧，你现住是伫大诶厝，你爱纳税金诶，房屋税？迄、那个房屋税，你举手我看，拢总你举手呢？啊，你哪有主权？台湾哪会你的？那你的你哪着缴税金？这就是选举的语言呐、啊。甲你讲吼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所以你要投票给我。甲你骗啊！啊，所以你要甲研究，啊，在台湾到底是啥物人的？这就废去啊！所以咱今日伫这上课，干那学两个代志尔。啊，这两个代志真简单。学什么代志？我甲你讲吼，就是现准是国际法的朴书，嘛是不一定学会晓的。第一样就是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什么叫占领未当移转主权？自从183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啊，全世界有一个法律，就是讲你占领，你袂当移转主权，人的主权，就是讲你要甲移转主权，就是爱合并，爱甲并吞，就是1830年、184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啊，国际法明显的规定很清楚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啊，所以。问题过来了。第二个，国际法有讲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流亡的政府未当就地合法。例如西藏流亡的政府伫印度的德兰沙拉，啊，伫德兰沙拉会当就地合法无？未使哩嘛。因为若就地合法，啊，就印度啊，甲赶出去，无吗？伊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伊若流亡政府都爱返去伊原来所在，伊才会当变做伊原来的国家。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
去予德国占领，伊走去伦敦设这个流亡政府，所以伊的名叫做啥 ？French comma London， 法国伦敦，因为这个伦敦啊，是一个城市。国际法的规定就是讲，你流亡政府敢若会当伫一个城市内底去成立。比利时同款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去予德国占领，所以伊叫起伫同款伦敦，所以伊个比利军看嘛，伦敦。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，英语名叫做比利军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in government 是政府 in。伦敦，各位，问题来了。中华民国参加奥运、参加国际组织，伊拢用 Chinese Taipei。Chinese Taipei 是什么意思？中华台北的亚洲文化啊，中国台北的亚洲文化拢无啊，是安那？您即马真巧啊 ！Chinese Taipei 就是讲 Chinese。Exile 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，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全世界拢知影，干那你台湾人唔知尔。所以你参加奥运得到奖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旗啊，辛苦甲包咧，规条你走，我讲伊笑诶。你明明台湾人，啊，伊流亡政府伫台湾，啊，你代表中华民国，各位。唔对的代志，搁足济咧。先来研究，台湾唔是台湾的台湾，就是台湾的主权伫什么人手头？你爱找嘛，找历史嘛。什么时阵头一摆有人将台湾的主权来让予人嘛？啊，伊若无台湾的主权，伊哪有法当讲将台湾的主权来让予别人，来挂予别人？就是伫马关条约。日本人伊叫做《下关条约》，《马关条约》是伫1895年4月17日签的。甲午战争，大清帝国拍输。各位爱注意哦，即马我要甲你讲个足清楚的哦，《马关条约》内底安那写？大清的大皇帝，大清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约。皇帝对皇帝哦，听清楚哦，你甲看遮《马关条约》的原文。一开始前言：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，皇帝对皇帝。问题来了，皇帝甲政府同款意思哦？有同款无？当然无同款。皇帝是皇帝，政府是政府，啊，免啊证明，我证明互你看。在1945年9月2日，日本战败，皇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8月15日投降，啊，9月7日签一个，这个叫做投降书。投降书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外交部长，日本的外交部长，就大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长，叫做丛光葵。丛光葵，这个丛光葵，伊在签这个约的时阵啊。你敢看迄个约内底，崇光葵代表啥？清楚哦，写写足清楚。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代表皇帝甲政府，所以台湾周边的群岛甲澎湖是英勇万割让给天皇，所以咱的课本甲你解释讲，大清帝国已经将台湾配合。永远割让给日本，不对，是割给日本天皇。天皇是天皇，政府是政府。过来，马关条约，大清帝国的皇帝一旦将台湾来挂予日本的皇帝，这表示啥？伊有所有权嘛，伊有主权嘛。伊若无主权，伊会当将这个台湾平和来挂予日本的天皇吗？当然袂使嘛。所以真清楚，台湾周边群岛，这个周边群岛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周边群岛，迄当阵伫1895年，这个4月17日签了后，这个合约伫5月7日生效，
九月七日办移交。办移交的时阵，伫家人的外海，日本的轮船叫做横滨丸顶馆，大清帝国派李经芳，就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。日本政府天皇派这个叫做华山之计做第一任的总督，两个伫船顶签两工三，什么三工两暗？是安怎？因为来这里办移交，办移交啥？36个岛拢总移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了后华山之计来做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。即摆来啦，他对咱的副主席有甲咱讲，因为马关条约，台湾的周边群岛，什么叫台湾的周边群岛？就是讲，这个群岛是台湾的周边群岛，就是台湾这个岛啊，这个岛的海的下卡有连做伙，迄、那个部分啊，拢是周边群岛。有你看，咱台湾连做伙岛啊，有36个呢。这个其中有一个叫做神卡库钓鱼台。所以这个岛就是迄个时阵来交予日本天皇，所以华山之计就任的以后，敢那是第三任的时阵啊，将这个钓鱼台、这神卡库啊，这个所在呢，予咱宜兰的渔民啊去遐去掠鱼，因为神卡库离日本还阁足远的嘛，啊真远的时阵，所以予台湾的渔民啊去遐掠鱼。所以有一摆这个掠鱼的时阵啊，发生纠纷。结婚的时阵，就伫这个日本的东京的地方法院审判。东京的地方法院审判讲 ，OK， 这个神卡库发生纠纷呢，这个是台北州管，台北州，台北州管的，所以问题就来啊。神卡库钓鱼台的地位是啥物物件？我甲你讲，去年啊，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啊，的参议啊，我先爱卖讲名，请我食饭两届啦。在那个外交部请我吃饭，他请我的时候，我你请我吃饭是怎样？他说，欸，林先生，我知道你是战争法的专家，啊，我要问你，到底这个钓鱼台是什么人的？你知道我怎么说吗？我先跟你说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，你也听好清楚，你不能跟我听一半。我说，钓鱼台就是尖阁群岛，尖阁群岛是台湾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钓鱼台上的日本天皇。自从安尼个讲嘞，我看马英九这边吼，伫对这个问题，伊无啥敢讲，因为叫人来甲我问啊嘛，伊知影嘛，所以伊就无啥讲，就啾啾啦。所以你看，伊是这边吼，讲话拢真细声。当然，细声是美国伫后壁的压力嘛有啦。啊，这明明都人诶，啊，这建国都讲你诶，啊，这毋是你中华民国诶，啊，所以伊讲哈。台湾，哇！伊讲台湾，是安怎讲台湾？你乃歹讲你中华民国，啊！你是做中华民国总统，你讲台湾要死哦！你得做你的中华民国嘛？我台湾是台湾，所以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不一样呢。所以真清楚，所以这个国际法律你若有清楚，啊，你就对台湾愈来愈有信心。来，我讲倒转来，1895年的4月17日签约，但是日本政府足推的啦。是安怎讲伊退呢？今日怎才离开啦？日本的前国防部部长叫做爱知啦，爱知河南。伊这个人啊是真有名。伊这个因老爸吼，捌做过日本的迄个外务省，就是啊做外交部，叫做爱知奎一。这什么才能做外交部呢？外交部部长呢？爱知奎就是佐藤荣荣作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伫讲琉球啊。迄、那个尼克森迄张琉球要兴哦，迄日本的时阵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因老爸做外交部部长啦。啊，伊嘛无清楚呢，所以日本的政府到今日安怎讲？伊讲吼，钓鱼台是我日本的，啊，但是钓鱼台伊本来是讲哦，钓鱼台是1895年1月14日，伊家宣布讲迄是无人的岛，日本天皇宣布啦。无人岛1月14日宣布，啊，一个宣布的时阵哈，啊，因为无人岛，伊就向全世界 claim， 因为世界上的国际法是安尼啦，这个岛哪无人，你哪发现以后啊，你也是向全世界 claim， 啊，可能拢无意见的时阵，这个岛就变成伊的。这个时阵啊，大清帝国熊熊伊嘛出来 claim 嘛，伊嘛出来讲，等下，
所以伊伫1895年伊一月嘛，伊二月，过一个月17号，伊 claim 讲 ，no， 自古以来，这个尖阁群岛啊，但这个中国改叫做钓鱼台啊，是中国的渔民啊，有伫遐上路，中国人笨蛋啊，伊那阵伊那早老早发的时阵啊，伊爱 claim 啦。爱主张啦，爱向全世界宣布讲，哎、欸，这个土地是我的。你想看麦？你甲一个查某囡结婚，你无宣布，啊，敢有算翁仔某女朋友尔嘛？对不对？都爱安那结婚宣布，换将全世界宣布，啊，迄个人家，迄、那个查某就变做你的某嘛。你若无宣布，啊，敢那斗阵，迄叫做同居啦。同款的情形，伫国际法内底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个尖阁群岛到钓鱼台啊，中国，伊讲，甲日本天皇讲 ，no， 不对不对，但是真好，即卖日本的政府有听我讲啊，已经有改进啊。伊最近安怎讲？伊甲中国安怎讲啊？伊讲自1895年，伊无讲几月啊啦，因为一月是伊宣布的嘛，啊4月17伊签的嘛，伊即卖甲他讲1895年以后是我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日本有进步啊啦，甲拍手一下。安尼听有无？啊，政治上就是安尼算的呢。伊知伊唔对啊，哎，咁改倒过来。所以，我当嘛，我老早上课，我甲日本建议啊，你爱讲爱照我讲的。哎，希腊人都问我南海的问题啊，啊，你小小的日本，你免甲问呢，当然爱甲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过来钓鱼台，讲啊清清楚啊。问题是伫对呢？日本啊宣布讲钓鱼台、尖阁群岛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刷落去爱讲啥？台湾是我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！啊，你不要多想，本来是先卡库是台湾的周边群岛啊，即摆日本宣布讲这个周边群岛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，下卡过来就是啥？台湾嘛，所以各位。我给你保证，你不能宣布哦。台湾澎湖是我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你们拍手呀，那点点啊！各位，迄人宣布你家地吼，宣布你家地啊！你知影中国其实中国足清楚的，中国的战争法哦，会研究哦，比咱台湾一寡推下面哦，研究更加好。我自从研究战争法以后，2007年啊，咱这。台湾的这国际法啊，啥咧乌白路啊，乌白讲啦，拢无你照国际法的。哎，什么叫做战争法？你敢知啊？知影讲什么话叫战争法？你举手我看，拢无啊。所以你也来上课嘛，对不对？战争法我跟你讲，是代表四种的物件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，1907年，海牙第四公约。第二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，有关战争的部分。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，红十字会的章程的部分，有关战争法的部分。第四，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有100几个。第五，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几条。你想看咩啊？战争法啊，读这么啊多，读了不是安尼就算呢？啊，都要融会贯通。无简单呢，无简单，啊，我有厉害无？你看啊，有个人可能感觉讲也比我较厉害，无会拍手呢哦。我开玩笑啦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战争法啦，即马用普通的法律来被讨论台湾的地位啊，我跟你讲，刚刚讨论40%尔啦。李登辉，迄当阵叫迄个蔡英文，李登辉亲身甲我讲我去引导嘛吼，伊真正甲我讲，伊讲伊有一摆吼，伊拨1亿1000万，互蔡英文，叫伊去欧洲请一挂国际法的专家来研究台湾到底有主权还是无主权。啊，一人1000万呢，未歹呢，研究只1000万呢。啊，即马研究了吼，70个研究了，六个讲有主权，5个讲无主权啊，啊，都飞起来咧，啊，所以伊全唔敢宣布。所以落尾啊呢，李登辉甲我讲，林先生，你是伫日本读这个战争法，啊，你奈歹将这个战争法甲囥喺内底。2004年的时阵呐，我去引导嘛。啊，我去当阵我戆戆呢，我甲讲哦，
哎呦，我那就研究啊，人个陈良志甲咧黄昭东哦，迄册写甲遐尼啊侪本，遐尼啊大本啊，啊，人伊拢研究好啊，伊讲无呢。你读剑桥话，你从剑桥话囥喺内底试看卖啊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哦，啊，不过我胃头的研究，特别讲哦，那讲要胃头的研究，变读甲一空咧。所以我讲了，李廷辉甲我讲，伊讲哦，安尼啦，我甲你介绍一个人，叫做何瑞元，就是美国啊啦。美国呢，伊有写一篇文章呢，讲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啦。伊讲哦，我甲你介绍。啊，历史嘛真奇怪呢。伊甲我讲介绍了后就点名呢。啊，所以我就拄好伫北社吼，伫开会的时阵，我甲人讲，恁有人捌迄个何瑞元嘛？哇，拄好边啊有一个啦，甲我讲伊捌啦。啊，隔阵间伊甲约见面，伫迄阵的华，迄个做华泰，即摆已经拆掉去啊。华泰饭店啊，我甲伊见面，迄头一摆，我足清楚的。2004年的时阵啊，即个差不多11月甲12月的时阵啊，阮见面。见面了，拄好要过年啊嘛，所以伊有一本册，迄毋是无算册啦，迄伊的论文报告原文的啦。我安尼，即个物件借我啦，吼。啊，我迄年的过年吼，我无出门，敢若亲戚咱的付出是同款。遐伊读个，我读个是真紧啦，我读册本来拢速度真紧。我读了，我讲啊嗨啦，台湾嗨啦，台湾过去的论述通通错误啦。原来台湾还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啦，是安怎讲呢？足简单的啦，冰岛等于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讲，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，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啦，就是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。各位，后尾我才发现，哇，嗨啦！台湾所有的法律系学生啊，台大、政大，什么大都无要紧啦。法律系学生啊，从来没有念旧金山和平条约啦。啊，你看会夭寿啊？遐死中国无好你谈啊！真正决定台湾的地位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。落尾我告美国嘛是告这条，啊，一旦告赢嘛是靠这条。原来中华民国国民党无爱好你读这个什么话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？啊，你们想讲旧金山和平条约？啊，原文你来读，你就会晓呢。后尾啊呢，伫2004年、2005年时阵啊，我阁无偌久啊，开始有人翻译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为1951年9月7日签约，甲迄个人开始翻译2004年、2005年才翻译到汉文的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台湾人的英语足老的，大家拢看原文的呐。其实唔是啦。台湾人看原文嘛，看袂晓。刚才前日我跟你讲 Chinese 台北，啊，你甲翻译讲中华台北，还是中国台北？错，拢唔对。这叫啥 ？Chinese exile， 就是中国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啊，政府 in 台北，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。刚袂当写 Chinese 台湾 ，no， 袂使哩。国际法有规定，流亡刚才当是一个城市流亡。啊！夭壽中华民国国民党流亡，竟然伫全台湾呢？上济意思，台湾这块土地台北市，互你去流亡就好啊！啊，伊毋是呢，流窜伫全台湾。伊流亡在台湾，各位，那个起厝伊叫做啥？眷区有啊？恁兜隔壁有眷区，行去看看，有啊？拢无啊？哇，恁袂歹呢！恁我前我拢住伫底下窟咧，底下窟你听有啊？因为中国人叫猪仔嘛，我拢住伫猪仔睏呢。啊，这你也看吼，迄、个眷区叫什么名？你讲讲眷区，唔是眷区啦，是这些叫啥？难民营啦。我讲这无甲警惕哦，事实上啊，伊甲你讲，伊是Chinese Taipei，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。啊，迄是叫难民营，啊无叫啥？你也看麦啊，难民营爱租呢。西藏流亡伫印度的时阵，德兰沙拉是租一块土地，什么人去甲立租金？美国呢？美国人替立租金呢？我问你咧，中华民国伫台湾有立租金给咱无？有无？无讲话是拢有哟，你拢收到租金的款哦？啊，所以我甲你讲哦，租金咱拢无收到啦。我甲你讲，你足一个观念，你也知影，政府来租。
地方的土地爱付租金无？爱，谁来爱？你看夏威夷就知影，夏威夷的军队住伫遐海港空军的基地有无？夏威夷的收入第一名什么物件？你知不知？什么物件？观光对不对？因为吼、哦，一天一日，这个一个月拢有几啊百万人去遐观光有无？开足侪钱的有无？哦，迄观光收入袂歹嘛，对不对？伊的收入第一名是观光，对不对？唔对啦，观光才照伊的收入20%尔啦，伊50%是靠啥物物件？租金啦，啥物人付租金？美国付的，欸、奇怪呢、欸？啊，海外到美国一周，啊，谁人来都要付租金？国家利用你的土地，照常爱付租金啦，这是国际法嘛，有安尼规定呢、欸？啊，你是中华民国，你台湾有付你租金无？无嘛，所以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我跟你讲绝对就有钱的，安、啊、那有钱？我这艰苦拢做美国嘛，啊叫美国安那有海外伊就好啊嘛。我讲你敢那收下租金，你也开不完的啦。呀，你们拍手哟！你拢不爱分哦，你拢不爱分呀？要分？要举手？那无举手，我不爱分哦。我先跟你讲，当然要分啊！啊，照国际法啊！所以中华民国若无甲赶出去，我有写一篇文章啦。当台湾被乌云遮盖在我们台湾人的头上的时阵呐、啊，我们永远走不出去了。这片乌云就像中华民国了，可惜。所以蒋介石知影无？伊知影，所以伊想尽办法，伊甲李登辉讲，甚至甲这民进党的人讲。恁爱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去运作，啊那安尼，我袂甲你掠，我阁予你钱。有一本册叫做什么公敌？全民公敌，迄是一个调查局，诶，一个科长写。伊写啥？伊写内底写啥？李登辉鼓励民进党成立伫燕山饭店，迄个时阵燕山饭店。是蒋夫人的呢，伊全面给你控制，全面给你弄影，伊不止，听清楚哦，因为这即摆有人去修过嘛，啊伊拢唔敢讲嘛，遐大猎头的，你迄个这蒋经国一个人送伊20万，迄当阵的20万偌大呢？听讲买一栋台北市的透天的厝呢，给伊20万，阁给伊去成立民进党，各位。今日民进党所以一直行袂出来，你袂感觉真奇怪？上台甲咱讲哦，反共抗俄，甲你讲几波？哎、欸，讲即马安那，无同款伊啊呢？即要将台湾人甲带去中国呢？伊个高干、高干，每一个拢是啊，洪启昌啦，所有拢超起啦，迄所谓的新潮流啦，拢去伫中国嘛？你敢无看吗？只要那挂新潮流的，差不多100%。差不多拢去中国去啊！迄当阵甲恁讲反共抗俄，万恶的共匪啊！今日倒转来去盖大座位，啊！台湾人的价值观拢袂，拢想了拢袂晓。我原因伫对，因为台湾人唔爱正常化嘛，记载伊讲嘛，伊讲安尼就安尼啊。所以伊当时甲你讲真好啊，反共抗俄啊，啊用反共抗俄去骗美国。所以美国在1950年6月25日汉战爆发以后，6月27日，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，第七舰队巡航台湾。所以真正保护台湾的，唔是遐老外，唔是中国的部队，是美国去保护台湾呐。啊，台湾落尾啊，诶，经济蓬勃发展。四小龙是因为美国开放伊个市场，予咱台湾人做生意，所以安尼台湾人会好养起来了，才会变成四小龙。啊，无你想看咩？东南亚遐国家的老百姓，拢足笨蛋的吗？拢袂晓贫，拢足贫惰的吗？我想恁各位，恁拢有看到一寡外劳对不对？遐外劳敢无拍拼？白铁啊，拢遐人有无？有拍拼无？足拍拼的，但伊赚有钱嘛？伊赚无钱，谁赚无钱？美国无开放市场予伊嘛？安尼时阵，台湾迄当阵的经济开始起飞，是美国甲你帮忙，啊是安那美国帮忙，因为台湾是美国伊的占领地嘛，一定要甲你帮忙的嘛，所以有一个美元有啊，你会记得无？迄美元是安那，互你美元，因为
重建基金一部分啦，重建基金的一部分啦。各位，今日咱台湾民政府赶快会当申请着重建基金啦。即个重建基金要够偌济咧？400多亿啦，美金啦。大家看到钱，目睭拢开始大绿哦。你美国东西，你敢轰炸？你敢破坏啊？你还来敢赔啊？这就是美国即马很主席，伊伫考虑的，伊要做的。因为啥啦？因为咱过赢，咱过赢以后，美国的高等法院伫2008年诶，创九年的4月7日，最高法院高等法院讲五点：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；第三，本土台湾人要生活在政治炼狱；第四，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合作这些原告；第五点，承认美国今日还在台湾军事政府占领中。这五点，2009年开始，4月7日判决以后啊，美国有照做无？有，真好，伊是三权分立的国家。所以，伫2010年7月7日，美国国务院邀请咱来，你台湾民政府来伫阮家设一个办公室，华盛顿 DC。2010年的7月7日，啥2010年的7月7日？因为迄当人判到迄个时阵啊，你2008年的2月7日啊，咱就已经讲这个官司啊，倒了嘛赢呀啦。所以迄当阵啊，咱就已经正式伫全台湾将咱七个组织啊，甲结合起来，正式宣布讲啊，台湾民政府成立，哎，拍手啦！啊，你袂欢喜吗？所以台湾民政府成立是2008年的2月7日成立的啦。成立以后，马上我讲向全世界194个国家 announce， 就是宣布。欸，你若讲成立嘛，点点秘伫领导成立，迄无准算。我194个国家拢个发电文，啊发电文啊，有几个国家甲咱承认？3个，到目前为止啦。啊，应该讲4个啦。第一个日本政府，你有惊到无？罗贝啊，咱个写批哦，日本政府拢用台湾民政府呢，所以伊甲咱回批电文写啥？台湾民政府。啊，你若无承认，你写台湾民政府会死哦。所以有承认无？有无？有嘛？第二，美国有承认，啥美国有承认？因为2010年7月7日，咱去美国设办公室是美国甲咱设的。啊，过来9月7日，伫华盛顿 D.C. 的世纪饭店办酒会，办酒会时阵。有180个人来参加，其中台湾人有80个，美国人比咱较侪100个，四大家族隆重参加。当时美国的国务院、国防部、CIA、国家安全会议、甲司法部5个单位拢派人来参加。但是迄阵我唔爱去，啥人呢？我无护照，我乃无护照，我是一直感觉讲，这个运动、这个论述的领导人，既然做这个。这个运动，这个论述的领导人啊，我袂当承认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啊，若袂当承认中华民国的人，我都袂当去领护照。我无承认嘛，当然我无护照，所以我就袂当出去。我就乖乖伫台湾，是可怜的。我甲美国讲，我互恁关伫台湾呢。啊，所以即摆甲申请迄、那个咱的迄个旅行证件，我是用这点做理由啊。我甲关遮久啊，总是爱花自由吧。啊，所以美国讲 OK， 啊，我们才开始讨论。他，咱的副主席有跟咱讲，就是美国国防部甲国务院开始讨论讲，当时要发这个旅行证件给咱。这个、旅行证件是比较啥？琉球啦，琉球当时是美国人交予美国托管，因为联合国交予琉球来交予这个联合国托管。啊，琉球。啊！即联合国托管的时阵，联合国交美国来托管琉球啦。啊，所以琉球迄个时阵，琉球人要去日本安啦，嘛爱护照呢。啊，即护照叫旅行证件。啊，即旅行证件就由美国军事政府发的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的护照嘛是同款，美国军事政府发的护照，要嘛我估计啦吼，到年底左右会摕到啦。啊，你拢来哦？喂，啊有一寡欢迎呢。啊，干那听，啊就送就好安尼，嘛有只要欢迎对不对？啊，我明仔载你听有，好唔好啊？好
加细声啦，好唔好啊？啊，注意听啦，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你甲记起来，上好你录音啦。啊，你免烦恼哈，你若无录音到哈，你等于找台湾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顶端弄个原音重播啦。你听啊，听几啊讲，即马有足济人吼，暗时若无听，讲困袂去啦。我你上我上拢足济个啦，啊，莫怪啊，我拢每一届讲的拢无同款呢。我唔是每次场讲的拢同款的，我系讲足济哩。啊，到即个啊做法律底底，你注意听，你就听有啦。所以莫怪咱的受经过咱受训以后啊，国民党要甲骗啊，都无可能啦。你知影外口有安那甲咱讲诈骗集团呢？讲咱诈骗集团，来我问各位。诈骗集团爱骗钱，叫诈骗，对不对？咱在座各位有任何人，你无管还是捐款哦，台湾民政委，请你举手，拢无呢？我跟你讲，外口嘛拢无，全台湾拢无人捐款还是无款哦，台湾民政府。啊，你讲奇怪呢？我受训，我传来楼下，拄啊交六千块尔呢。啊，六千是啥？我跟你讲过啊，六千块不是台湾民政府给你收的呢，是这个农场，你讲吞人的名称，用人的米胚，用人的灌水用具，啊，讲接十顿，三工两后，你免交六千块吗？民宿啦，民宿交六千块，敢有酷刑？我是感觉无酷刑，你感觉有酷刑无？啊，若无酷刑，你拍手，无酷刑嘛？啊，这六千块不是咱收的呢。所以咱台湾民众从来没有收任何一毛钱，所以安尼叫诈骗集团啊，有啦，身份证啦，身份证交一千块对不对？这个一千块不是咱台湾民政府收呢，咱的身份证不是咱伫台湾印的呢，这是美国国防部替咱设的一间分公司，这个分公司敢若伊的加起十四五亿，啊，佫税一间厝，伊印两个国家的身份证，一个国家叫做科威特。另外一个国家是台湾民政府，这个科威特人两个月两百几人结束，台湾民政府已经年外了三千分了，你看可怜不？他头壳莫会烧呢？你想看卖啊？那你开公司啦，十几亿的资金啦，啊，做三千个人的生意啦，你讲收一千块，够伊？你甲想看卖啊？那我吼公司乖乖的，我不爱做啊。好佳哉，美国国防部伫咱后壁，我甲美国国防部拜托诶，啊你若关起来，我台湾民众就翘起来呢。啊未关啦，啊未关，罗伯讲啊，安尼啦，恁来补贴啦。咱的副主席出足侪钱咧，咱的主席嘛出足侪钱啦。虽然咱现主席呢速度有较慢，但是呢。各位，咱即马十一个单位啊，平均啊，即马开始啊，一礼拜吼，我估计拢超有一千分啊啦，所以咱的四千分马上就到啊。咱在座吼，你若无摕到台湾政府的这个身份证吼，你阿摆害啦，我甲你讲害原因，互你听啦。这无偌久发生的，咱的迄个做宜花东的迄个林州长一家，你敢问？伊有一个宜花东州的一个查某囡仔，本来唔捌咱台湾民政府。拢总已经有三届的 case 啊！即我讲是美国海关调去调的啦。伊调的时阵哦，伊交迄个 passport 哦，伫迄个伊有签证呢，爱 passport 交迄个海关看，海关看咧，伊咪伊就签一张表，入境表叫做 I-94 表。I-94 表呢，我即个即边的台湾民政的广告内底有写，写啥？就是你会当填讲你是台湾，你是台湾人。伊甲你问呢？伊若看你无介意，甲你问讲，啊，请问啊，啊，你要怎证明你台湾人？啊，要怎证明？要怎证明？你摕台湾的身份证互伊看嘛，敢毋是？啊，变出来，身份证顶面写啥？中华民国身份证。你讲这个是中华民国，啊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？伊变落地啊，啊，佫有一张钞票，银工啊。每一行顶管拢写中华民国钞票，无你唔相信，你家看，恁即马身躯顶有钞票，你甲变看卖啊！啊，你讲你台湾人，你爱台湾，拜托你用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用中华民国的钞票，啊，你唔是台湾人啦！所以台湾人神经错乱，你有承认无？你有承认无？啊，所以即马马英九因提起嘛，直直讲啥？我是台湾人，甲你麻醉嘛，甲你骗嘛，你实际上是啥？中华民国的人嘛？啊！你咧讲奇怪呢？稍等嘞，稍等嘞。
我的老爸是日本人，我的老母也是日本人，啊，日本人跟日本人的孩子应该什么人？日本人嘛，对不对？美国人跟美国人的孩子是谁？美国人，他都不敢回答呢，你都不知道，美国人跟美国人的孩子绝对美国人嘛，啊，日本人跟日本人的孩子绝对日本人啊，你的阿公阿嬷还是你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的，请你举手，你话都不知道呢，看有奇怪无？啊，手放来，各位，啊，你什么人？你甲我骗，你的身份证写啥？中华民国，敢不是？你讲白贼，对不起，原籍遣返。三个叫挂上来呢，挂上来了，伊就讲奇怪，我要证明，啊，才听到台湾民政府啊，开来催，这个咱的州长，啊，州长呢，看甲提名名回签，即马开始伫办了，办落来，伊讲又要过去了，好耶。所以台湾身份证有效无？非常有效呢，即马即个身份证伫监理所啊，是甚物所在拢会当用呢？买车票嘛当用呢？几下摆有人伫高速公路违规啊，挂车牌啊，迄车牌写 USMG 啦 ，USMG 美国军事政府啦，啊叫砸落来吼，啊再讲警察讲，你驾照我看卖啊，伊都无摕驾照，伊当摕咱的身份证互伊看。想想，搁甲警察教育，你是甚物款的警察？你是中华民国警察，对不对？用对。啊，你看我这個身份证写啥？台湾政府，我是台湾人，你是中华民国，你袂当甲我管呢？你管有理呢？已经拄到几下摆，警察拢讲好吧，你走吧。甚至有人开 USM 的车，我不是甲你鼓励哦，你听清楚，我无甲你鼓励哈，你唔能甲对抗哦，因为咱在座嘛有警察伫咧吼。我不是跟你鼓励讲，叫你去跟那个警察吼、喔，去对抗哦、喔。但是呢，照法律啊，摕迄个牌啊 ，USM 的车牌啊，伫迄个板桥的电话里啊，不起诉呢，不起诉呢，还、啊、有厉害不？我跟你讲，法律啦，因为安那呢，我就跟伊讲，警察还是迄、那个伫迄个法律的时阵哦、喔，你甲讲。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你是中华民国的犯人，你若要甲我判，请你叫 AIT 的人出来。伊叫袂出来，落尾判官啦，落尾听伊讲啦吼，伊甲我讲的吼，迄个做检察官吼，落来吼，阿咪去安那讲讲起来了吼，啊，回去啦。咱这个同志足趣味啦，我不回去，我还没有签字呢。我靠，迄是足过分嘞！讲伊还袂签字啦，啊，落尾迄法警该挂出啦，但挂出以后吼，过无偌久接一张吼不起诉处分书啦，迄边不起诉处分书吼，咱遐嘛有啦，你若要看，我先互恁看。所以以后吼有足侪人迄张吼拢 copy 了吼，囥喺车内底啦，吼，啊，就摕咱的身份证，我无叫你甲对抗，我讲一摆，你若甲伊对抗啊，你若拄到迄个唔捌路的遐警察哦。那菜价你也吃亏、哦、所以你买不要对抗他，知道吗、哦、不要对抗。我说一题外话去，咱什么时候咱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吗？因为刚才主席说我本来要跟你考啦，啊，没参加有吗？有人要举手吗？都有参加嘛、哦、啊，美国跟咱轰炸嘛，我讲恁即摆在就讲美国啦，他拄仔伊若卖遐早讲哦，我嘛目睭叫恁客气，有一支吼、哦，两支啦。我甲问讲哦，啊，啥物人轰炸台湾？日本的请你举手，三分之二举手啦，三分之二举手呢？日本轰炸台湾呢？你知影无可能，但是你也袂当怪伊啦。你搁甲问，我袂甲讲答案，我甲问原因讲，是安那在日本轰炸台湾？八年抗战啊！八年抗战呢？好，来过来。中国敢真真正正有八年抗战？你知影日本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对不对？你知影中华民国当时宣战，你知不知影？是1941年12月初9呢？1941年的这个做12月初7轰炸珍珠港，12月初8美国国会对。大日本帝国宣战的，不是对日本政府哦，日本帝国哦宣战的，向天皇宣战的。
啊，郭登刚将蒋介石伫个课本内底写讲哦，蒋介石向日本宣战，有无？有写？你有读这段话有无？我别讲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你去中兴新村啊，有一个台湾省政府的一个历史纪念馆，你门入去，行去到内底，向左边头前行150步，你就看到伊的壁顶啊，有一篇原版的对日本的宣战书。对因啊是啥物人？林森呢？中华民国的主席呢？林森呢？啊，迄当阵呢，蒋介石叫啥？行政院长呢？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不可能嘛！希腊人去宣战，笑死人了。敢若中华民国会当甲伊算这套啦？明明写甲遮清楚哦，行政院长迄当阵的行政院长，伊讲对日宣战，煞你讲我厝边取消不平等条约。有无？我囡仔时阵就感觉吼，取消不平等条有够伟大啦！吼、哦，这人是伟人啦，有无？恁会安尼感觉无？下家去玩看，我感觉伊很伟大、啊。各位，全世界建军所签的条约，每一个都是不平等条约啦。建书被跟人签的条约，哪有那个平等条约？你建书嘛，啊不去建啦。所以不平等条约，全世界所有条约都不平等啦。建军失败以后，啊你哪不爱咱啊？搁建啊，好大力搁建啊，啊搁建啊灭亡嘛。所以伊讲取消不平等条约，故意骗人的啦。怎么取消？全世界都乱去了嘛。所以所谓的条约是不能够取消的啦。所以伊讲啊，马关条约取消，讲个先大声，啊，那只推阿明就感觉讲个武力好伟大，未当取消啦。然后就未当取消。伊伫1941年10月7号。伊向迄当阵的中国有几个中国，你敢知影？三个中国政府。第一个就是林森迄个，蒋介石迄个。第二个汪精卫伫南京，第三个伫延安的毛泽东的。迄当阵中国政府三个，所以伊宣战的时阵，日本人啊无插伊，日本无甲回应，因为伊的宣战啊。不合国际法啦，伊个宣战哦，是干呐讲？我为1945年啊，做12月7号向日本宣战，安尼尔。各位，宣战的战前原来是何等重要啊！一段呐，时间、地点，迄时间咧做啥？几点几分拢爱写呢？几点几分开始宣战？你袂啊袂时阵，所以日本人哦，落尾一切教科书伊安那写。日本进出中国，有无？你敢知影？伊无讲甲中国发生战争呢，伊讲日本进出中国，伊讲个有理呢。我都无宣战啊，我是入去阁出来呢尔，没有错呢。所以伊讲伊1937年诶，所谓7.7事变啊，因所谓的7.7事，为迄当阵开始个算，算到1945年，安尼讲8年抗战啊。其实是1941年12月7号宣战，1945年8月15号投降，拢总甲算在来3年8个月9个月尔尔啦，安尼叫做8年抗战。你讲咱有退无？我讲我啦，我嘛是叫是8年抗战啦。到后壁去研究，伊讲哈夭寿哦，骗到有够忝，真正叫骗到有够忝。伊讲伊欺骗无罪啦，你若想安尼吼，即摆问题是安尼，咱的囡仔啦。咱来囡仔咩安怎啦？咱好加在咱即个民进又开始吼，哦，即马少年有够侪呢。咱哦，即马少年，咱训练2000几个内底哦，即马差不多有要到一半拢少年啊。所以呢，真侪民进党、国民党，包括国民党、甲台独联盟，即个人拢安讲奇怪呢。啊，恁民进又是安怎训练呢？啊，咱有黑熊部队有无？迄日本的自卫队。一军官来给恁检验哇，自卫队哇，恁有看到哇？这影片有看到哇？咱的自卫队即马有100个，啊，即马要搁征求120个，拢共220个。啊，自卫队迄叫做黑熊部队啦，啊，这黑熊部队打数，遐日本自卫队惊着呢。哦 ，Roger，
啊，恁哦，其他另外哦，伊甲讲哦，哎，恁这黑熊部队哦，训练偌久？我甲讲安那呢？我们训练两年，咱只开口就泥花呢，安那两年，中华民国替咱训练的呢，加拢少年啊，这人，这人，伫今年的年底，咱要甲派去日本。啊，我甲恁讲一个消息，本来我是。袂当伫公开，因为这种美国伫看吼，但是因为我问迄、那个啊，做艾滋河南先生吼，伊有同意啦，所以我就讲，因为我捌把美国国防部改要求讲，因为伊日本主义伫上个韩诶，这个菲律宾啊，十二只巡逻舰，毋是艇哦，巡逻舰，比中国个只拢加差不多三倍到五倍，我甲伊讲安尼，我要求上岸五只。民政府要五只，美国讲，你甲自卫队要求啊，我自卫队我都无捌半个啦，我捌的嘛无够力啊，所以爱知河南，美国的前国防部部长、防卫厅的厅长，兼现任的日本战略研究所的理事长。来跟我们访问三天两晚，我正式的要求送我五只，你送菲律宾几只？五只，你会想说、啊、求我五只，你要放在哪里？放在家人还是要放在、啊、做雇佣？你会这样想会吧？会吧？我没那么推呢，放在那中华民族跟你唱去，我把放在哪里？与那国党与那国岛离开花莲111公里，有无？与那国岛，你知无？恁可能拢唔知影呢吼。与那国伫迄个台东的边啊啦，囥下呀，五只囥下呀。啊，咱拄啊开始袂晓赛面啦。我讲啊，你日本主义队啊，先借我五个赛船呢。啊，我黑熊部队啊，九船，甲日本的主义队共同防卫尖阁群岛钓鱼台。啊，你若中华民国。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若敢来，我甲你开炮！你日本哦，我讲你日本倒后壁倒，我开炮，上好战争啊！啊，若战争战那个吼，我甲人免烦恼啦。美国一定出手的啦，美国一定受足久的呢。你那中国那也不爱出手，伊吼，我阁讲哦，我实讲哦，我遮拢实在是袂当讲的，我拢讲互你听啦。四天前啊，美国伫这关岛啊开会啦，国防部啦。我有跟我有联络吼，我实在是我听无咧。我讲，伊讲我就我讲，阮开会开会啦。中国若开战吼，三点前久哦，阮终于甲结束啦。我讲哈，我听唔对啊，三天还是三个小时，还是三个月？伊讲三个小时，你没有听错。三点前久，中国会结束战争呢？我想有影，是安怎呢？有一个代志，恁无定恁看无的，中国。顶这个摆船，共两架船有啊，讲要向那个钓鱼台赛有啊，差不多三四天前，恁有看到无？报纸有写有啊，但是两架船日本讲无啊，我无看啊，啥物人甲变鬼？你敢知？美国甲变的，即摆有一种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伊唔知雷达啥物嘢吼，将伊雷达系统啊破坏，船哦转转都无方向，往北赛，向反方向去赛。转去伫迄个大海哦，转去迷路。美国甲我讲，伊正式甲我讲，伊讲 Roger， 我甲你讲，迄是阮创的。既然啊，美国创的，你讲中国伊唔知吗？伊嘛知呀，伊嘛知呀。啊，所以伊知呀以后啊，中国安那会喜爱民主的，照常安那发动民族主义的迄款示威活动，85个性端，啊，即嘛乱乱讲咩安那？伊家己乱起来呢，伊家己乱呢。所以美国好，你乱上好啊！啊，你若要开战啊，三点钟我就给你结束啊！啊，这是安怎原因？我讲给你听。我想的啦吼，真有可能哦。这个超限战内底吼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砰，指挥部啊，拢消灭。啊，你若指挥部消灭以后啊，免战了啦，要战啥？拢无指挥去啊，有船嘛无效。敢那入去迄个伊拉克，入去迄阿富汗的时候，同款呢。迄个伊拉克遐军队啊呐。伊一开始咧，砰一下吼，啊，迄指挥部拢死了了啦，啊，无啊指挥，所以导航是讲
一个一个出来，拢归输归输伫导航诶。所以美国伫入去伊拉克安那，势如破竹啊。所以咱唔知影尔啦，咱好个在学美国军事占领。我甲你讲，因为美国军事占领，我甲美国讲，你甲占领，你爱负责任吗？对不对？你既然是甲军事占领，台湾的防卫就是爱负责啊，战争法来定下啊。所以咱爱买武器无？唔免。咱爱做兵无？唔免。咱做生意爱交钱爱交税金无？唔免。这么好康，你不爱让美国占领吗？所以我常在讲，台湾人是不知道而已，你若知道以后，绝对会讲，我要保持现状。波多黎各就是这样啦。波多黎各百几年前，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1899年巴黎合约，将波多黎各关到古巴跟菲律宾挂给美国。波多黎各到现在为止，公投美国说，不然你公投让你独立啦，让你建国啦，他们没那么巧，他们没那么呢，我才没爱呢。所以公投五六次都没过啦，一次没过就要过三四年，那么四年五年啦。他说我哪要说，我如果没钱你美国给我钱啊，你给我占领啊。台湾人不要用这个优势啊，让美国占领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是什么呢？美国没听的，爱让美国占领啦。现在美国占领，这日本天皇爱问日本天皇呢，因为这个土地日本天皇的啊，日本天皇还没说啊。所以是怎样，咱去年的12月20日到24，咱有150个人，咱的来客去日本的靖国神社拜，39100个台湾人，而且12月23日本天皇的生日，咱去日本拜的时候，日本天皇祝寿的时候，日本皇宫啊，将来除了日本的旗啊以外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。但你看我们的图，那是不是我们的旗啊？台湾民进会旗啊，你有看没有？破纪录的啦。要进去的时候，有两道的警察在管。第一道啊，看到我们的旗啊，说哦，不行不行，除了日本旗以外，其他人都不能进去。到第二道的时候啊，皇宫里面啊，打电话来，让他们进去。哦，我们总理蔡其元多欢喜咧，赶紧走去车顶，那规杯安尼摸来，啊，本啊，各位是安怎？因为咱二十位对哇，十八岁，咱就拜托日本天皇的同学，叫做明朝。明朝啊，伊是第几任的总督的第三代孙啊，咱家拜托，将咱的迄、那个要甲迄个日本天皇祭奠的迄个一本啊，送乎日本天皇。十八号都送去给他，所以我绝对相信日本天皇知道台湾民众去给他祝寿，所以他很欢喜要拿这个旗子可以进来。今年12月20日到24，第二次我们要去日本，我拜托各位，你的经济还可以的，38000六星级的旅游，在那当中 Christmas 的时候，机票都很贵的，我们去住六十天的饭店，我们用的游览巴士都是上新的。各位，你如果经济可以38000，拜托你去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163个报名，还有37个在楼下的黄小姐那里，你给她报名，钱会给那个一个潘先生，剩37位，我给你保证到后期来差不多满了。所以拜托各位大家来配合，但是你要去的哦，你要做西装，做西装就是我现在穿这书啦，一件西装，男女都一样，西装按两件裤5000块而已，你只买一件裤在外面不用2500吗？这样呢、啊、因为做西装的那个人，那个头家、啊、是我们的成员、啊哦、所以我们的成员、啊、给我们优待啊，分做热天甲寒天的。啊，我甲伊讲哦，上好是做迄、那、种、個、热天甲寒天拢会使穿的啦。所以呢，你看即摆天气遮尼啊热，我嘛是穿条条。好、哦，咱的衣服嘛穿条条，你去换是嘛吼？啊对嘛，拢穿条条嘛，可见吼、哦、真凉啦。啊，布料袂歹哈，但我会当借你摸呢。5000块，啊，过来，我要甲拜托各位12月21日时阵去日本靖国神社啊。因为日本靖国神社
有十名的会员，我甲日本靖国神社甲讲，我台湾民间有600名要参加你的正会员、正会员。啊，因为正会员爱交3000块入票，等于代票1200块。咱已经加入超500个，阁剩100名。我嘛希望讲各位吼，你若要加入的吼，同款，我遐有迄个信封哦，你家己签了，甲录钱在内底。啊，交予迄个黄小姐，我已经接到迄个卡倒啊。你有在无？来借我者，我互在看。你无在嘞吼？我敢若有在款呐。伫迄、那个，你还着你有接到吼？咱已经有500名，是安怎？咱会要去甲日本靖国神社甲做伙？你知不知？我头脑真好呢。日本靖国神社有10万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咱遮咱偌高训练2000个啦，啊，伊10万名。在那裡，我們如果跟他合作，我們變成有幾個人？10万2000名，對不對？我們現在在向奧巴馬petition簽完了，在簽完的時候，他說一個月裡面要有25000名簽署啦，所以這邊提出兩個方案，第一個9月初二提出來，已經過關了，25000名簽下去了，第二個方案還沒過啦。各位，你等一下，我就跟你解說这个方案是啥啥？咱是甲日本、甲美国讲，甲奥巴马讲，台湾、配合尖阁群岛、北方四岛、独岛，爱还给日本天皇。啊，即摆还给日本天皇，若有25000名签，不一定有效。但是签过以后，美国国务院、美国总统会注意，爱去处理这项会。所以，咱来利用啥？利用日本的靖国神社。那些人啊，咱600个，甲因办理，甲叫因含咱来徛大厅，安尼咱有巧无？有巧无？替我拍手！安尼雄雄，咱变成10几万人啊！安尼即马有力了无？足有力的啦！我无甲你骗啦，即马咱有力的，会影响啥物？你知毋知？影响日本的政界，因为影响了家己吼，日本的这个政界吼，伊嘛爱选票啊，啊伊爱选票。各位，这个卡都是为靖国神社直接寄来呢，这不是这做的呢，直接寄去恁家呢，我无跟恁拗呢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有啊，所以呢，咱要过100名，恁若要参加，等下吼，迄、哦那个信封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信封啊，等下当摕啊，签签的，我那同款，干那100个尔，交予迄黄小姐，啊，直接呢，这个是靖国神社哈、哦，为日本直接寄来。寄去恁家，有几啊地方嘿，寄去恁家吼，安尼伊内底有啊米啦，种食平安的啦，啊个一个努力啦，我嘛食平安的啦吼，啊这是啊有米啦，有米跟努力啦，啊啊要做米寿司路，我唔知我不要做，我予各位知影吼，这是咱个秘书，我伫做迄、那个做广告嘞吼，敢电台吼。啊，半场都在广告，我没那个意思啦哈。啊，是讲先出给各位知影。咱今日咱这个民政府哦，咱咧做个工课拢照法律，所以你会记，咱唔免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。所以因为无甲伊直接对抗，中华民国要甲你处敌，也是要甲你处分，敢袂使咧？袂使，是安怎？美国甲伊讲啊真清楚。美国伫去年10月30日，希拉里甲全世界宣布，即。日本以前这些土地都要照国际法 来做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机会。以前日本这个地方是叫什么？包括日本北方四岛，包括这个叫做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、四国、琉球、独岛、神卡口，就是钓鱼台、台湾、澎湖和新南群岛，这些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呢，就是大日本国的呢，咱是大日本国日本天皇的臣民呢。你讲奇怪呢？我来查是讲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呢。各位，无唔对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台湾是中国大清帝国的拓殖地，啊嘛是一种殖民地。因为殖民地伫战争以后签合约，可以割让。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可以割让，
所以全世界拢是这个这个见证话这款内容。你若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比当割让，例如马关条约，当时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后尾啊三个国家出来甲动，意大利、德国甲苏联说 no， 这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不可以割让。辽东半岛就是奉天呐、啊，奉天是清朝的起源地，这个所在未当割让。你一样要保留，所以基于日本天皇将辽东半岛搁再签一个辽南条约啊，献给中国。但是台湾片哦，是迄当伊个拓殖地也让挂挂以后，1937年开始，日本天皇实施皇民化。皇民化，什么叫做皇民化？就是讲，因为本来北海道、北海道啊是爱奴族所带。这个爱奴族不是日本的人哦，不是日本人哦。爱奴族因家己有家己的语言哦，家己的风俗习惯哦。所以这个爱奴族后尾啊，日本天皇在这个北海道、北海道实施皇民化，和因遐爱奴族去学日本话，学日本的风俗习惯。以后日本天皇在北海道实施宪法，和因参政权跟参战权，所以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台湾同款，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宣布台湾实施皇民化，哎，唔系实施这个宪法，和台湾人参政权加参战权。迄个时阵，台湾有派五名的众议员去日本参加开会。有人讲，啊，迄当阵战争特别结束啊，啊，你迄个宪法实施啊，啊，无人看，歹势。既然你若有五名参议员，哎，这个众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开会，表示这个法律生效。所以台湾这块土地，自1945年4月7日开始，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针对这点，我开始研究以后，2007年中国赶快承认。我哪知伊承认？因为迄当阵的战争法，伊叫南京军区的总司令啊，迄、那个司令员啊，去甲武汉大学叫伊集合83名的国际法的专家去研究战争法。2009年，伊本册写出来，武汉大学出版的，足清楚内底的研究所写，和我林志兴所写一模一样，独独台湾地区伊无写。那既然别位拢同款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所以中国因遐高干啊，已经足清楚台湾的地位是啥物物件，伊知影台湾绝对袂等于中国噶啦。你无怀疑吗？所以你免烦恼啊，绝对袂。啊是安那，我会当安尼讲，你也看哦，中国人实在是因头脑真好呢，是饭桶的是咱台湾人呢。安那讲，当年啊823炮战的时候是拍啥？金门妈祖。你敢捌看到讲中国真正向台湾进军？唔慢呢？迄年1996年的飞弹危机有无？啊是啥物物件？空包弹呢？谁来拍空包弹？因为伊若拍真个美国甲拍，我甲你讲，所以用假的啊！伊老早有甲美国讲啦，甲美国讲，我迄是甲吓的哈，我迄是假的啊！你唔通动真，人先甲国家拍倒转来。啊，李登辉是美国家己讲的啊，所以李登辉讲啊，做迄个中国有迄个将军去用枪杀有无？迄假的啦！李登辉真正的消息是美国甲讲的啦，以美国老早甲中国伫玩游戏嘛，迄空包弹呐、啊，伊若真正用飞弹，还是啥？迄是战争呢，伊无遐戆啦。啊，你吼，美国甲中国的武力差几年？60吨呢？60吨啊！所以我老早上课讲过一摆，伊只航空母舰你有看无？迄只航空母敢有效？迄只航空母偌侪钱买？你知不知？2000万美金。啊，你知影一只航空母舰，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偌侪钱？59亿美金。59亿美金，甲2000万美金的航空母舰在战争，看得贵？迄只是啥？海上旅馆啦。
那要两千万哦，我看咱在座来倾钱哦，咱嘛有一只呢。你听迄只吼，乌克兰十几年前做好以后吼，因为伊无钱解体啊嘛，啊所以伊迄原因啊炸掉呢，唔是甲爆起来炸掉呢，甲炸好歹去，所以迄只是没有动力的呢，即没有动力怎么拖转去吼？你敢为迄个安尼洗洗？敢那迄只航空母舰拖到这个大连哦，拖偌久你知不知？一年过两个月了。遐尼啊近的路，拖一年过两个月了。啊，等于啊免啦。伊讲哦，啊，伊中国反正伊中国人都拢用海嘛，所以呐，伊迄只罗马甲装迄个莫达吼，伊不多装啊。啊，伊用普通的轮船的莫达来装啊，所以伊穿起来因拢啥乌的呢？哦，你看哦，喂。航空母舰，啊！你看到几？你一两百公尺，迄公里以前就看到迄只乌烟啊啦！啊，这袂去用拍吗？这袂用拍吗？伊刚臭屁讲有航空母舰，啊！你台湾人甲你吓啊！台湾的报纸、中华民国报纸拢甲你吓啊！哦，足了不起的！我老早讲，两千零十八年的以前，伊无多使用呢。啊，无多使用，我讲的有理呢，是美国甲我讲的。我甲你凊彩讲三点，互你听，好唔好？要听无？对啊，好。第一，伊顶悬啊，无迄个拦截绳。你知影飞机哦，起落有要飞起是真简单呐、啊。要落来吼、哦，你若迄个尾无迄个钩啊，将迄个拦截绳解，哦，你看是吧？你有看无？这个啦，这个啦，你有看无？这个有啊，这个有啊。你若无这个物件吼，飞机吼、哦，十只落海啦，挡袂牢嘛。到今日为止。全世界有十一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独独中国我都做迄个拦截绳，啊，所以伊的飞机啊呐，我都去哩无，到今日没有办法上去啦。啊，航空母舰顶完啦，无战斗机，迄无效啦，海上旅馆。第二点，伊这架航空母舰啊，伫什么所在啊？雷达一看就知影。美国的航空母舰啊，你看袂着，安怎讲呢？你看，可比讲啦吼。咱的机场的位置实际上是遐啦，但是你雷达一日看吼、哦，伫我这个位置啦，伊有一个防护罩，所以你的雷达看吼、哦，看我伫遮啦，所以若要甲我拍，敢卡会着？绝对拍袂着啦。啊，第三，伊的动力系统，核能的动力系统才能够维持航空母舰所有的电力系统，甲怎样？一个航空母舰的电力系统，爱等于一个上海市的电力系统。我来讲这三点就好啊啦。所以，甲2018年以前，所以今麦中国伊家己承认嘛，以后我那个航空母舰啊，不是作战用的，我要练习。啊，你练习好就买航空母舰要创啥？开2000万美金要创啥？那是你给那些中国人，他们里面的人、哦、觉得说，哦，我中国一定强，强个鬼嘞，不可能嘛。所以中国、哦、过来，美国跟判断说，他无法发动战争的原因在哪里？他没有油啦，没有那个加速啦，那个加速力啦，没有油啦。中国他的战略的那个石油啊，可以用多久？一礼拜，只有一礼拜而已。所有的石油都是美国给控制掉的，这控制掉的，所以他要发动战争，你不能说战一礼拜以后说稍等一下，我油去补一下，各位，那简直在开玩笑呢。啊，所以中国现在坦白说，全世界都很讨厌他的。啊，现在中国一定要出来，你国际班，我们上国际班，我们有一个中国国情报告，哦，那个很精彩，有这个课是中国国情，这个、中国国情、哦、你若要参加国际班是10月12、13、14，第八届。这个中国国情报告是由解放军的空军的上校叫做戴旭一下的呢。美国的这个叫做 CIA 将那个戴旭的文章，佮变作繁体字啊，交予咱，叫人讲你们上课要用。咱上课就讲遐啊，啊你免惊中国啊，因为你做一个国际班哦。你总是对中国你嘛要了解嘛，这是咱的很主席咱的这个白课程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过来讲倒转来，中国伊无防空母舰，啊，伊的迄个
伊即摆 F22 哈 ，F22 诶隐形战斗机有啊。伊安那讲，美国即摆有186架，中国有2架，迄阵伊训练一只，我老早伫上课就甲伊讲有2架，哎、啊，但是伊迄2架吼，伊比美国 F22 啊，加差不多4公尺半，毋是大只就好呢。因为呐，伊引擎啊，用迄、那个迄条、那個、是苏凯引擎啊，啊，所以引擎啊飞起哩吼，后壁一个屁股啊红红啦。美国就咧笑，美国甲我讲，迄个屁股红红的，迄个阮的靶心呐、啊。所以呐，飞虽然讲隐形哦，啊，我着免看你其他物件，我刚看你红红迄个就好啊。迄两只哦，我感觉一开始就结束啊啦，免讲啊啦。所以你啥物好惊？你有什么好惊？即马美国的迄个啊，做迄个啥？迄个运输机用迄个飞鹰呢？伫普天间基地啊，即马驻守在普天间基地啦。飞鹰偌紧哩啦？为日本啊本土飞到即个啊做啊做菲律宾啊，飞偌久哩？知影？1点钟久？哎、啊，有紧无？足紧的啦！1点钟久啦，要作战怎么作战呐、啊？中共哦，敢那出迄支腿啦！更何况18大，我估计18大会发生问题了。习近平判监11天了，现在最近又出来有吗？习近平判监11天了，这样那个啊，这个博瑞波西莱啊怎样，他太太去台西那个美国，本来说要给他判刑有吗？本来要给他开除，现在跟他跟现主席啊还没说给他判刑呢，要搁保留党籍啊！这个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左派，啊，这极左派中国人无够处理，表示讲伊中国内斗啊，非常的严重啊。所以胡锦涛，你唔通叫想伊胡锦涛做甲真好。习近平伫2009年去甲日本天皇讲一句话。这句话有够趣味，这句话嘛外口唔知影，啊，咱知影是美国甲咱讲的，你要知影无？敢有影？哦，啊，这是表示讲你要知影嘛吼、哦？我甲你讲，习近平甲日本政府讲哦，我要甲天皇见面。日本政府讲 no， 不可以。所以美国转去甲习近平去甲美国拜托，啊，美国转去甲日本施压，啊，甲安排15分钟。2009年的12月15日去看，看偌久？看15分钟。习近平甲日本天皇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阮中国即马小可有钱啊，安尼啦，阮知影台湾是你的，阮甲你买台湾啦。甲日本天皇讲要甲买台湾啦。你知影日本天皇安怎甲讲？伊讲吼，我日本的皇族啊，从来唔捌买。对阮的物件啦，一个软钉子嫌疑啦。啊，所以你会问我啊，那日本的政府即马要买尖阁群岛，你要问这个问题买无？买无？啊，知影无？这个功夫啦，战争法律要读个功夫啦，唔是三工两工的啦。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尖阁群岛是啥物人啊？日本天皇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日本天皇伊有尽管有一个地主有无？迄、那个岛主啦，岛主伊是所有权啦，伊个管辖权啦，所以这个岛主爱向日本政府交税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有主权？没有啊，主权是啥？日本天皇啊，啊日本政府要买，就是讲这块土地你卖过交税金啊，交予我日本的国家来处理。啊，这个国家要交予日本的国家去处理的时阵，就是讲伊日本政府若要伫顶管设炮台，要设啥物啊，都可以。中国不是你计较这个，中国是你计较讲要收啊！你的尖阁群岛，互你收，等于国国你要收台湾呢。所以1972年的时阵啊，尼克森甲迄个啊，做犹太人叫啥物？唔是啦，基辛格啊，去拜访的时阵，周恩来甲伊讲的话啊，5点的其中的第4点甲讲啥？我希望日本势力不要进入台湾。啊，你若讲日本的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放弃啊，啊，你惊什么？日本势力进入台湾，迄是惊啥？台湾搁予日本摕倒转去。
各位，咱吼对这物件爱足了解以后，你拢袂惊啦，你就知影讲哦，这个世界是算什么物件？啊，不然拢推阿边呢，记在因算呢，记在因看呢。你我相信哦，你若上过课以后啊，你就会晓看报纸啦。啊，无你拢袂晓看报纸啦。报纸会记咧，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也不等于台湾。所以你若看到报纸写中华民国，你甲提起来，先用台湾甲录来看卖啊。啊，若写台湾咧，你从甲提掉，甲放中华民国看卖啊。你就会晓看报纸啦。啊，你知无？所以你后摆你也要看报纸。啊，若会晓看报纸以后，你就足放心的啦。迄当阵。蔡英文选了无调的时阵，一人哭到要害呢，害啦，还要中国提起来。我讲你免烦恼啦。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，咱的万年会的时阵啊，台湾民进会万年会一千个参加嘛。我当时十二月三十一，还有影片啊，我有甲大家宣布啥？我 CIA 甲我讲，马英九会赢蔡英文八十万票。伫迄个时阵，敢做这款宣布，要死啊！我话你讲。台湾人讲你是啥物啊？你林某某，你不要看蔡英文即摆安尼气势遮尔啊好，阿扁嘛讲伊会调啊，伊想讲伊会当出来啊。蔡英文人赢的时阵，伊就要出来嘛，敢毋对？各位，一月十四票投咧，差几票？你家己讲，八十万拄啊好啦，差一千票啦，有无？奇怪啦，美国你哪会知影 ？CIA 哪会知影？啊！怎有人讲哦？这有啥物电脑？你甲控制？唔系啦，卖讲迄款的啦。票是一票一票伫算的啦。表示 CIA 两千名伫咱台湾，对咱台湾的国情清清楚楚啦。唔是干呐？又一百年呢？2004年的时阵呢？陈水扁 CIA 讲伊会赢30,000票。几千万人在选赢3票，结果开落26,000票。所以你们人小看 CIA 啦。所以我是安那这尼啊好胆，近两年来为2006年到即马6年啊，我为选高雄市市长啊，我是选高雄市市长，唔是要做高雄市市长呢，我是因为要告美国呢。迄当伫高雄市，我伫宣传，我毋是高雄市宣传的，我伫屏东宣传的。我的票拢是屏东的呢，伊无票啊。所以我迄当伫高雄市选的时阵哦，我每一摆那阵插队去啦，吼，两三公里呢。国民党甲民进党惊死啊！我唔好讲，我拢无票。所以我选举的前一礼拜，我宣布卖选我选哦，单局。单局才赢1,114票呢，我几号？我2号，啊，你乘以2看啥物件？228呢，加无票会升起来呢？228呢？迄当阵陈水扁赢的时阵是0.0228呢，228的英灵啊，伫咱的顶管你甲咱保护啦。咱去甲日本靖国神社39,000一名、一百名台湾英灵啊，即马是换台湾英灵伫甲咱保护啦。所以你也看哦，这毋是我毋是讲迄个迷信呐、啊，很奇怪的代志啦。自咱即个年华，每咱两年受训，咱无一期是停的，拢两礼拜一期，两礼拜一期，在座拢一定有参加过。参加的时阵，每一摆礼拜下晡时3:30要翕相的时阵啊，落雨的情形拢停。你想看麦？你想着鸡毛皮袂掀起来吗？现在再是落雨，噼啪叫啊！到3:30停，上翕煞，搁继续落。这台湾一定会成功啦，对不对？问题是，咱有坚持无？咱有理解无？咱的高级班就是咱的公务人员的授份的证书啦。因为咱内底咱有讲。咱的含总理含这副主席，咱有开过会。后摆要做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，一定要受咱的高级班的训练。这个高级班的训练，唔免博士，唔免硕士，小学毕业嘛不要紧。因为你也知影原因嘛。过去中国国民党来咱台湾统治的时阵，伊除了部队10,000名以外，剩的公务人员是1,000名啊。
啊，伊是一千个拢是小学毕业名呢，伊都会当管咱台湾的，咱四千名，咱无都管好台湾吗？只要你若卖贪污，只若心要为台湾，无什么代志未成功的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高级班受训的时阵，咱有发一张证书啊。所以有人讲，民进党甲咱讲啊，你台湾民进党遐人拢无知名度啦，要爱什么知名度？我唔免知名度啦。所有的人有心有受过咱的训练呢，知影讲什么叫台湾主要的地位，会当甲美国谈判的，拢会当做台湾民进党、台湾政府的官员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你唔通看你家己未起，啊！我遮老的，各位，我定咧讲一句话啦：棺材底是死人啦，唔是老人啦，对不对？要有信心啦！国民党来甲你统治的时阵，小学毕业嘛，你做校长呢？你敢唔知影吗？你敢唔知影吗？拢做假呢！你无听到他对咱的副主席你讲八十岁，甲你讲六十岁，未见未消啊！所以啊。李明远讲哦，中共人，咱台湾拢是精英，精个屁呀、啊！精英，当时是精英啦。这人哦，台湾人爱做官啦，啊，中国国民党就提一寡官位给你哦，啊，就拢卖伊啦，变成中国人啦。所以后摆咱这个台湾民主成立的时阵，你哪阵是国民党去做过伊的官的时阵啊，拢总不爱用呢，好唔啊？各位。转型正义，在台湾民政府给你保证，绝对让你目睭金金看到。1949年6月15日，中国人用一块给咱换40000块的台票，你会记得无？台湾人换一拢土银呢，算敢那贵的呢。我跟你讲，咱若即种40000换咱的一块的正台币啦。但是你若摕台湾的公民的身份证的时阵啊，一块换一块，好冇？这当然好的嘛，大家拢为着家己嘛。40000我只讲，我讲迄中国国民看你偌好啊！啊，那讲中国国民党迄高干哦，我甲算过啊，为1949年6月15日开始算，算到即嘛，复利率啥，爱多一万，1205000换一块正台币啊。所以我刚直接预言，连战你的财产剩2粒鸡卵啦。什么来当避连长较好个？你甲我讲，哎，讲我天天嘛刷去中国，做你刷去，伊若刷去中国，我甲你讲啦，免偌久就去收起啦。啊，刷去澳洲，歹势，你若刷去澳洲，我叫美国去讨。你走，你要走去倒。所以啊，当然我即嘛卖讲收侪啦，因为讲收侪，咱的主力啊呐会较侪嘛。但是我甲你各位保证。台湾民政府是一个有良心的政党，不是政党国家啦，咱是政府呢。美国人甲我讲啦，Roger， 你是政府呢，中华民国嘛是政府呢，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因为美国授权，让伊去甲咱做管辖现主席呢。免偌久，他做副主席嘛讲，咱的身份证啦，到一个数字，其实这个数字我知影啦，但是我即嘛不爱讲啦，无真悬啦，这个数字呐，一个高。美国一定将中华民国给捏造，将政权给我们台湾民政府。咱台湾民政府啊，用选举，不是用选举，用这个法律。可以，咱跟你讲哦，你卖去选举。中华民国那一直在骗这个民进党去选举，你敢知啊？是啊，咱甲民进党卖选呐，伊讲啊卖选要等哦中国国民党嘛。啊，卖选的时候，中国人就调去啊！各位啊，其实不是这啦，其实是啥？为着30块啦！恁敢知影？全世界无这款的制度，什么？你选举以后，这当选者一票会当换30块？我辛辛苦苦去给你当票，当票以后，我就讲给你摕30块去，靠那款道理啊！全世界无这款制度的呢。蔡英文6.09万票，摕1.8亿呢，第日在遐烧烧呢。李登辉摕2.9万，第日在遐烧烧呢。你叫伊卖选，
伊讲你笑诶，哦，你不爱台湾了，爱要办互中国啊？用这款话甲咱敬呢？所以我即马吼，我学会晓啦。外口安那骂我拢歪插伊啦，我拢当作你笑诶。我著照这条路，照国际法你直直行，行到今日，这两年来，拢总算啊行对啊啦，你讲对不对啊？两千几个人已经参加台湾民进党呢，愈来愈侪人呢，毋是讲愈来愈少呢。即摆现主席的台独联盟也好，民进党啊，叫做老人会了。你甲看，买便当给你吃，叫你来听演讲，无人要去啦。你家己拢交钱呢，家己出家己的便当呢，啊，你拢要来啊？为什么？我无甲你拜托啊，敢毋是？你拢因为真真正正爱台湾，所以你要台湾民进党受训嘛，对不对？家己拍好咧，各位。今日，咱台湾人都要靠咱遮个人啦。你袂当依靠别人啦。我定你甲各位讲，你若拄着你个朋友，甲伊讲台湾民众伊歹听，卖插伊。因为只要五百个人，有一个人肯来受训，绰绰有余。美国甲咱讲训练四千名。咱都有法度接着政权，因为你中国国民党当时来台湾是一千名来接台湾的呢，咱四千名伊四倍呢，咱无法度嘛。所以，但是各位，我卖甲各位提出严重的警告：贪污绝对死刑，绝对无甲你客气。后摆台湾民政府两种的刑期尔，一种死刑，一种鞭刑。你犯罪，我都该起诉，互你大。啊、叫人给你告，还给你饭吃，吃比较歹嘞，鞭刑啦，看偌济年拍一个，啊一摆卖拍超过五个，所以你若去用判一摆个，你会死。我跟你讲，一个月给你五个，迄不是抢啊不尔呢？你要看卖啊嘛？你甲迄个鞭刑迄个看，迄不就一个月吼，迄尻川全变到四地呢？爱多一个月才会好，你来看卖啊？安尼呢？你有看无？你有看无？爱多一个呢？啊，规身躯烫烫光光呢？来啦，你可以强奸我看啦，你可以偷摕我看啦，你可以做恶道我看啦。我讲这个变形创了一家地啊，我免甲你关啦，我奈怎甲你关？我甲你关，我都要请人甲你顾，啊，搁互你饭吃，搁起厝互你住。所以若无冷气，你又搁改？各位，咱唔是戆人啦，用变形来取代刑期，好唔好啊？您讲呀，您拢讲啊，好个野手，爱甲翕起来，哦，拢好嘞。我甲你讲，爱袂讲哦，啊，免这个人权，歹势哦，啊，你被害者的人权伫倒，被害者的人权伫倒，所以咱用这个鞭刑取代一切，后摆无恶道啦，你免烦恼啦，绝对无恶道啦，后摆绝对无迄个强奸啦，你搁强奸我看卖啊，拍到你走无咯。贪污死刑，解决真简单嘛？贪污就死刑嘛，免讲啊！贪偌济拢讲，你即马你看林义士摕啥物钱？美金呢？有啊？啊，迄个姓叶的姓黄啊，黄志啥？黄志彪呀？迄个消防组迄个哇，迄摕啥物物啊？黄金诶！恁看有无？摕美金，摕黄金，要走路啊啦！因知影台湾民政府啦。台湾民众速度这么快哦，伊毋是看无诶，马英九嘛看有呢。即摆换做金辅通去，我甲伊讲，伊绝对是要甲美国讲呢，搁要讲较慢嘞，较慢嘞，较慢嘞。各位要走路啊，真正要走，伊走路才用美金嘛，爱用黄金嘛，对不对？恁过去的册拢有读到嘛？国民党中国人，你走路准备啥？美金，准备啥？黄金条嘛。同款的情形开始发生啊啦。各位啊，台湾民主特别成功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两节课的时间啊，差不多了哈。我后节课是伫后日的下晡一点半。哦，啊，希望各位哈，等下落去楼骹有点心啦哈。啊，那以前哈，迄受训的时阵哈，这三天有记录哈，拢会重三公斤呐。啊，恁做恁去食吼，做恁去食。啊，我是拢买重重个三公斤吼。
因为呢，恁的位吼，明仔载位拢固定伫遮吼。啊，第三天会见吼，第三天的这个早时七点半要发这个国旗，因为受训的结束的人吼，美国政府有交代，经过咱的民政府受训的人拢送伊一个国旗，但是美国有交代一个代志，未使用德国将迄个国旗甲挂起，会记哩？爱用旗杆，未使用德国，好冇？伊送你国旗，啊，这个国旗吼，你若讲垃圾去吼，还是放甲你扇破去吼？无问题，摕转来吼，一支换一支。啊，你若讲剩一个布袋啊，会使，一个布袋啊换一支国旗，安尼好冇？大支的啦。哎，今日呢，外口甲这个所在结束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起立。今日，老靠点心的，大家。